哎，这是给升级是什么意思啊？乱掉了啦！啊，这个浪费时间，再在这边我就先安尼啊。啊，又给人家乱推荐呢、啊，谁知道？那个讲完了吗？不是说周空地也要讲吗？到底在搞什么？嗯，这边有个东西哎，黑帮家族秘宝。我们今天讲这个，然后你怎样解锁哈？然后你要输入一些密码，啊，你也当改破译啊呢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本哦，密码本。然后你就会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就是看你有多少的。这段改勾选不再提醒了呢。你是俩公阿姨啊？有没有？然后你的有吗？这个有行动召回。那你就一直去取。第一名是谁啊？第一名，你的装备还是一样吗？我比较好奇他住哪里啊？我试试。哎，为什么我战争机器都没办法放上去啊？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两个人说没办法 ？Oh my god！ 那可以是全部可以上阵，这你要自己挑。不知道。那个怎么这么多只？被处决也要当头条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嗯，战斗。嗯，你看他要出征了。